从今年的三月开始，在很多的社交平台用了很多的奇怪的社交账户，都揭露了很多的这个就是美国政府的机密文件。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还要不当回事，慢慢慢慢这个数量看来越来越多，而越来越增，而且在好几个网站上都有出现。这个泄密事件已经蔓延了相当时日，在这个情形突然经过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国政府突然领悟，开始紧急的处置。但是呢，经过这么久的时候，损害管制确实是困难重重。损害管制对于泄密事件的损害管制，第一个要先确定泄密的源头在哪，而泄密的源头究竟是多个源头还是只有数个源头，到现在为止真的是还没有办法确定。我们今天假如是一个源头，而且只有一次一个时间端点一个节点中泄密，这还好处理。假如是多个源头，而且是在多个不同节点出去，那会那个复杂的程度非常之大。而且今天出去之后还有变造的文件，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有些是完全假的，有些是部分的数字修改，有些是部分里头内容修改，你如何去辨识？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真的是相当困难。尤其是里中在里头之中，绝大部分的内容是针对俄乌战争有关乌克兰的内部实力以及内部这个情势的变就是评估。那为了因应这个就是说泄密的紧急应变的各种措施，我认为他们很可能要需要调整兵力部署，但是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我想呢，这个就是泄密事件发生的时候这个除了我刚讲要找出泄密的源头之外，同样也要对泄密的这个机密文书还有内容进行鉴定，而且呢利用交叉比对，到目前为止已经慢慢慢慢慢缩小，认为泄密的源头不在于盟友，而就是在美国。那这个情形之下，因为它有每个东西出去有它的配部区分，我们经常讲一个话，就是说这个紧紧张张走，大家一起来鼓掌，紧紧张张走过场，问题出在前三排根源就在主席台。所以真正泄密最大的，我们今天就讲说灯塔底下最黑暗，也就是说真正的这些情报的产制者，你真正的是源头到那边，因为你要慢慢慢陆续分发出去，其他的管线末端都只有少量，你能够一次有这么大量，讲穿了就是这个源头。但是在这个情形之下，你要辨识内容究竟是说对于既成事实的目前的状态的这个描述，还是对于未来的事件的就是意图，或者对于未来状况发展的判断，或者对于未来所拟的行动方案，也就是说他现在里头的东西究竟是过去式、现在式还是未来式，这非常就是重要。所以美国到现在为止确实是焦头烂额，这个满头包希望能够找出来真正的就是泄密的源头，以及它真正泄密严重的状况。因为这里头文件中已经发现有真真假假，有些是仿制的文件，但是呢其中某些内容又是真的，也就是说它是改了一部分。那在这里头当然就是泄密有真正所谓造成军事或者安全这个层面上的实质伤害，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可能去构成在国际社会变成一个政治丑闻。为什么说政治丑闻呢？因为他监听盟友的事情因为这个文件的泄密浮上了台面，这个政治丑闻会影响到盟友的之间的互信会面临危机。尤其是我们当然都知道，这个再笨都知道，亲兄弟明算账去监听自己的盟友这个讲真的，这个人家讲说害人之心要经常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就是我们经常讲说在情报的世界之中，真的是这个不是说是一码归一码，亲兄弟明算账，而是简直要到达六亲这个不认的地步。所以监听盟友现在这个事情基本上美国采取的那个能够采取的策略是两种，一种呢叫做否认这个打死了，然后咬紧牙关，就是抵赖撒谎到底。另外一个就是让时间淡忘，然后用拖字诀，随着时间事情慢慢慢慢的淡化下去，
这个样子也是一招。我看这两种啊，美国啊，大概到了最后应该采取啊第二种，就是用拖字诀，让时间慢慢的淡忘。那真正啊急得如热锅上蚂蚁的，却是乌克兰啊泽伦斯基啊政府，因为他暴露了俄乌战争的内部的虚实，有些东西到现在为止，媒体啊也不愿意去证实，特别是对于乌克兰真实的军力。那同样的也对啊，就是俄罗斯的某些的评估的数字也同时的曝光。那一方面是自己的，一方面是乌克兰或者美国对于乌克兰或者美国对于这是这个俄罗斯这个就是军队在乌克兰战争的之中各种的研判以及伤亡的数字，这些就是都是战争的报告，那些跟我们媒体到目前所揭露了其实落差很大。所以他势必会面对很多的压力，一方面是知道事情的，另外一方面呢是这个媒体呢，因为媒体假如真正全部都跟这实情是，就是说目前披露的资料是很吻合的，那这种压力相对较少。但是假如落差太大的话，那确实是对于媒体而言他也很难堪，所以他必然要跟你追根究底，然后去把它查清楚到底是如何。那这当然兼听盟友这个事情呢也会造成了很多的压力。但是有很多的这个就是美国的盟友，像这个韩国的尹锡悦，基本上来讲呢是打落牙或血吞，你知道明明知道很可能是被监听，但是呢他也必须打个哈哈，就是说这个也不好意思去跟美国去撕破脸。那今天在这些有冒出来这么多的资讯，你知道而且他都是在公共的平台上，也就是网络各种社交网络这些公共的平台上，利用很多不明的账户将他释出。那这个莫斯科也不是省油的灯，俄国呢也不是傻子，但是为什么呢？俄国到现在为止呢没有对这个事情提出过任何的评论，他的调兵遣将或者说的他的应对措施基本上冷处理，他也没有根据那个东西来做任何的调整，他也没有根据那些所描述的俄乌战争的各项的资讯然后继续深入的调查。各位亲爱的朋友，在情报作战的世界之中，人啊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他就非常害怕中了人家所谓谋略欺敌宣传的这种诱敌的圈套之中。换言之也就是说，你今天看起来好像表面上是美国相当灰头土脸，因为他泄露了这么多情报，也让就是俄罗斯的很多的底牌掀出来，但是到底是真是假，我认为俄罗斯就这个其实是充满了各种的怀疑，所以他到目前为止仍然保持了非常审慎的态度，事实上就是对这个整体的状况是保留了他有很多的觉得相当不可信之处，所以呢他也很怕会走入被这个走入诱敌的圈套。各位亲爱的朋友，这个就美国这个就是说他在全世界在情报的这个节目之上有真伪，所谓内伪跟外伪有些普通的盟国，但也有些是真正的铁杆兄弟，而这个铁杆兄弟的之中最重要的是所谓的五眼联盟。现在这个媒体报道指出，五眼联盟已经要求这个美国希望就泄密事件跟他提出简报。各位今天这个他要求提出简报，我们可以推估叫几件事情。第一就是这个泄密事件发生到现在，美国没有尽到跟其他盟友通报的责任。你知道这个事情他真正要有什么东西，因为大家要是真正感情好，然后大家并肩作战，他是不是也应该通报人家说某些东西你知道泄露了你也应该要小心，因为我们的现在也在追查也希望你能注意，因为你不知道究竟是从哪边泄露出去了。到现在为止可以证明美国对于这五眼联盟的这些铁杆兄弟们他并没有完全通报责任，所以这个就就让人家觉得非常怀疑。所以今天莫斯科以那么审慎的态度，生怕被美国上了美国的当，其实他是有道理的。因为什么？因为假如今天要刻意去挖一个坑让俄国准备往里头跳，你知道而且相信
乌克兰要啊如此如此去发动所谓反攻或者特定的攻势，那他自然要管控啊，他这个资讯啊向外啊去啊，这个就是说发散的范围，所以摆明在台面上好像是今天泄密了，但是呢，真话他到底有没有跟呢他的铁杆的五眼联盟的另外四个兄弟国家去讲，这就是饶富趣味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我想莫斯科今天之所以啊这个从头到尾。就是说，这个冷处理、无动于衷，也不评论，也必要不去讲任何话。你知道，我认为这啊，究竟啊是真正的沉稳。他不希望啊，就是跨过那个线，而且啊产生任何的，就是说任何的一些打草惊蛇，而且他也不愿意啊去泄露啊他真实的意图以及啊他的真正的方向往哪边转。